在4月15号要出发的当，出发的前两天，从外电里头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，就是胡耀邦过世。那胡耀邦当然是在中国这些人民来讲，他认为他是一个比较经济改革派，啊，包括民主改革派等等的，就说渴望借由他能够让整个中国有一些开放的脚步啊。那4月15号就知道说天安门广场已经有一些部分的学生集结，啊，就在那边祭拜胡耀邦。因此，我4月17号一到北京之后，我就立即驱车直接冲往那个天安门。坦白讲，就是说我过去在新闻线上，我也是一直在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，所以呢，我到那里也患了一个职业病，就直接冲到那里。在那个当下，其实我有点恐惧，好，又有点兴奋。因为我参与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，只要有剩余的时间，我大部分几乎都会去天安门看一下，关心这些学生。啊，当然我是没有理由说我有参与过那样的新闻。那因为我在5月23号我就离开北京了。啊，我之所以离开，是因为报社怕我在那里有那个安全的疑虑，所以。希望我能够退回。2019年的时候，在6月9号、6月12号开始，我就看见有那么多人去游行，我就知道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发生。只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要怎么记录下来，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去拍，因为我是摄影师姐啊，就只是没有想太多。我受不了那个 pretty down 的那个情况之下，我就才想到，只是也有很多人应该都受不了，或者是被警察打到不同程度受伤，所以我才开始想去拍这个有人去受伤的情况，然后才想到，因为当时候那些受伤的人士，只是他们都就不能拍到他们的身份，所以我就想到用 spotlight 去只是拍他们的受伤的局部，我是这样开始去拍这个。受伤的情况，摄影应该不会去轻易放弃啊。摄影对我来讲，它是本来就喜欢，那喜欢也有一些所谓的使命。有这样的使命，就是推动我们必须要去针对我们想要更厘清，就是很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去坚持。啊，坦白讲，我只要去北京的那三则新闻，我只要执行完了之后就离开。其实有很多记者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我说，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历史见证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参与？当时候有一点点反路，就是为什么他搞到我这样子？公司跟我太太都说真，他们都不给我再去现场，也怕我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只是我对我偷偷去，有时候我老板或者是我老婆发现就要我离开，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。我决定要进入新闻圈来服务的时候，我已经认定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要参与的是历史上的记录，就是把这些影像传递给未来的人来去理解。讲白了，就是有影像就有真相嘛，对吧？那
虽然一再告诫自己说一个摄影一定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去执行，但是我觉得怎么个客观化很难啊。我们做摄影师节不是就是要为瑞士发声吗？我没有觉得 我站在历史里面 很厉害要拍什么什么，我从来不会这样想。太客气了啦。我现在没有所谓的创伤，说真的我比较幸运一点。我知道很多我的受访者他们还有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，可能因为我是摄影师，我都退后一步去看整个事情。这么讲啦，就是一个摄影他就是当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就好了。你说真的要去弭平他的伤痛是有点困难，但是去把那个记忆保留下来，那种创痛真的是你很难去理解的。我觉得那摄影就是帮一些民众再度的提示而已。有句话就是说，即使摄影会说话，时间越久，话越多。